那小伙子，你界定的温柔，除了提到咱以前那女嘉宾韩雪之外，这16个姑娘里就没有一个符合你温柔标准的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我再给你找找啊。来，来三号老胖，你看我温柔吧？必须的呀。啊，好。16盏灯都灭了，但是表现很好，没事儿，接下来还有个反转的机会呀、啊，爱咋咋地。三号，来，三号最温柔的老胖，掌声欢迎。想问问，在哪个环节里灭灯了？是在最后的一个环节吗？是。差哪呀？我长这么大，我头一次有人说我温柔，就是你。我是荣幸。我感觉咱俩在性格方面还是不合适吧。我就喜欢就是活泼开朗，性格外向型的。我不活泼不开朗，我蔫萌吗，杰哥？你可得说好了，你要今天定位他蔫儿吧，他不定就得开朗到什么程度了啊。不喜欢的理由会有很多，但是喜欢的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想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不是那个人，就是谢谢你选择我。那谢谢，那我懂了。好，谢谢老胖，谢谢。我是觉得小伙子其实他最想找的就是一类型的姑娘，温柔，对吧？对对 对, 对，是不是？无所谓。你为啥那么想找一个温柔的姑娘？因为啥呢？我找温柔的姑娘不为了别的，最起码啥呢？你看我在外面就是在不开心，回来她一说话了，哎，你想发火发不出来了。你说你再找一个比较厉害点回来，那不干起来了吗？